潮流就穿 No.1， 做自己的 No.1。 本节目由潮流服饰品牌 No.1 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大神版等超多衍生。上芒果 TV 搜蜜桃同款，购节目周边领大神宠粉福利。上周，蜜神团分别化身为青龟城中六个部落的勇士，我们是六个勇士，深入亡灵寻找圣物，请走向至炼之门，感谢了，解青龟之难。不料在寻宝途中，涛勇士竟被意外绑走。啊！为什么来这儿？文涛不见了。蜜神团随即前往寻找涛勇士，却发现其真实身份已本是王后所，竟为青龟王次子蒙奇，而镇守王陵的灵将乃是青龟王长子蒙德。我的亲弟，你来了我就能走了。众人也在解救涛勇士之时，陷入了冰冷的重重包围。杀了他们，陪葬。蒙德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文涛你还活着，磨合到底又从何而来？蜜神团最终能否找到解决鼠疫的办法，解救青龟城？走，我给你看一下。所以这是那股神秘力量，它能够穿越到1000年以前。对，他把这个盒子穿越到1000年以前，告诉我们想解掉这个瘟疫，我们去要找这个鼠尾花，然后鼠尾花在水源的深处。水源在哪儿啊？那往那儿走呗。这个在闪的，不是这个在闪的三个东西是干嘛的？上面有按键吗？哎，不是，找个钥匙，兄弟们。好，你啥锁？小钥匙。哎，这怎么有个钥匙啊？哦，他留下来的。不是，他为啥把钥匙留下了？走。哎，这个什么？宝石归位。宝石归位。令符亮。啊？宝石归位了，啥意思啊？哦，刚才并武退的原因是因为谁呀？哎，开了，啥意思？没懂。走，我们过去看一下。走。哇哇！过关需要体面。我活的，活的老鼠，活的老鼠，兄弟们！哎呦，鼠疫就从这儿来的。怕老鼠吗？最怕老鼠，来。小白鼠，这是吗？我找到能治世间百病的宝物，就在青龟王陵墓深处。哦，他们说要散发出去的纸条就是这个，是不是？只要让老鼠把那些纸条散播出去，想必很快就能引他来此了。哦，这个哦，啊，他是被这个引过来的。对，去引诱涛涛的。对，引诱涛子。我让他把这纸条带出去，想让这老鼠，然后这老鼠出去呢，就造成了鼠疫。所以我们要从这儿走。哇，不会有个人要穿成这个样子站在这个门前？是的，涛，你是王子啊？对，王子怎么能穿这种衣服？轻装上阵啊，王子哟！你不能让活子去吧？
哎，哪来的箱子？就这儿放这儿的。那你为什么用这种溜门撬锁的方式打开它？再试一试嘛。现在都是这么干活吗？你这都不是大神版，你这是密室大逃脱、江洋大盗版。找钥匙，找钥匙。没有钥匙，可能在这个箱子里。钥匙在箱子啊，这个的箱子。这是一个难解的谜题，难解的谜题啊！我有预感，有人要戴手套去里面掏。哦，在这里面哦。哦，有道理。六，掏子，掏子，掏子。我们先找一找，不得先找到在哪儿？掏子，快掏起来！克服你的恐惧，你害怕老鼠，你就要在里面去掏。戴手套有什么好怕的？来，估计在这个大笼子里面，我感觉。那先拿大笼。看一下，它底下。别给人家晃晕了。就是想先把他们晃晕，让他们无处遁形。这个应该是个门，这是个门吗？一拉起来吧，应该是。没有地方拿手往里伸啊。真是在这里掏？这不是就是，不是？哎，他就是没有。哦，那应该就是这个能打开的。哦，这个能打开是吧？现在就只有这个，这是能打开吧？这不是，这挂死了。啊，这也卡死了，都卡死了，都是拴住的。哎，这个钥匙掉出来了，啊？啊？哪来的？就从这个笼子里面，让我让一弄掉出来了。六，快给你，快给你，快给你！开不了，啥意思？不会是有好几把钥匙吧？你再开一下。这种真打不开，这是不是好几把里面？这是什么的？哦，它假钥匙。哇，每个里面都有一个，只有一把是真的。啊？咋那在哪找呢？那个钥匙的？可能掉出来了。哦，这个铁丝是拿去捅那个钥匙的。嗯，有道理。哎，这有一把，哎，这有一把。你要弄出来。你在进行极大的出来了，希望这个就是看起来感觉有一点像皇子的运气应该可以吧 maybe。哎，开了！哎，开了！可以，还得是你的。六，果然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就是不香。王子大人，蒙德的日记还是什么？沙草毒，用百株沙草炼制而成，为百毒之首。中此毒者，靠近沙草则痛不欲生。但其血可以毒攻毒，解百毒，治寒症。什么意思？体寒啊，体寒的话，你就在三伏天多熏熏艾灸，排一排寒气就可以。贴个三伏贴。来吧，陶德日记写什么？蒙德。当年父王骗我服下沙草毒。还在王陵四周种满沙草，就不让他出去，就是为了将我这个预言中的灾祸之人困死于王陵之中。只因那荒诞的预言，父王便全然不顾血脉亲情。可惜他到死都不知，我那祥瑞的弟弟竟然是个冒牌货。你看，冒牌货。幸好我命不该绝，那些生活于地下的白鼠引我发现了水源。哦，所以苟延残喘。发现水源，那个鼠尾草就在水源的最深处。哦，15年了，倘若我能活着出去，定要将一切大白天下。原来至亲之血可解我体内之毒。哦啊，要他的血。
这处地下水源连通清规城邦的所有河道，我可将白鼠从河道放出，在城内散播那些假消息，引我那有心的弟弟前来。我毒发的愈加频繁了，没有时间了。所以他不一定是坏了，他就是想让我来。不是，我们刚刚分析的是对的，他放这个出来，放白鼠出来，就是因为要把你引诱过来，因为你要解他毒。但是呢，他是用的是饮用水水源处放了这么多老鼠，所以导致了鼠疫的散播。就是我们说那个闭环，就是预言它会带来灾祸，它因为这个预言受到这一切的遭遇，而因为这个遭遇产生了仇恨，又因为仇恨酝酿出了这个真正的灾祸出来。哎，我那可怜的哥哥，哥哥，哥哥，他要喝你的血，还是你要喝他的？谁喝谁的血来？你说外面有鼠疫，对啊，你放出去的，就是因为你在饮用水源的原因。真的吗？真的，不可能，整个城里面死了好多人，很严重，真的鼠疫。难道预言是真的？啊，这就是血月，我真成了毁灭城邦之人，不完全怪你，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都迷信，都迷信啊！我们还有机会，怎么办？现在怎么才能求金龟城？有，我们要找鼠尾草才能解。预言还说了，七星连珠，啊，对，是我，他就七星连珠那个吗？预言说了，七星连珠之人可以救金龟城，那这个人就是你。嗯，你可以救金龟城，我可以，你想想办法。那个血，你血，整点血出来。你怎么救？对了，你刚才说鼠尾花对吗？对，鼠尾花。我们去那个水源的最头上找鼠尾花，就可以解掉鼠疫。鼠尾花，我知道鼠尾花在哪。在哪？在哪？鼠尾花就在那边。对，我带你们去。走。错了，我哥哥不是个坏人。哎哎，大哥，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快咬，快咬，要咬一口。我可能不能陪你们去了。啊？别，别吧。没事，那你先睡一会儿，一会儿再来救你弟弟。哎，这块玉是由我的血滋养而成。啊啊，你出去之后哟，它能治好你的怪病。哦，我们俩可以互治。原来你得好好活下去。你们快去，你们快去救齐贵城，快去弥补这一切。好，那你陪一下刘你哥，我一会儿回来再救你。哥，你也留下陪你哥，你陪一下刘你哥。那里有一本《新规奇花录》，里面有关于鼠尾花的记载。《新规奇花录》，快，快去救你哥哥。大哥，这一切不是你的错误，是你父亲被蒙蔽了双眼啊，不是你的错误，放下仇恨，大哥。快去，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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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说。好，我们去了，你歇着，哥，一会儿来救你。走，走，弟弟，你们一定要救齐魏城。好，放下仇恨。先进去，你要念一下那个鼠尾花。哇，这是沼泽吗？关了吗？泥巴，稀泥巴，一定要救齐魏城。好，好，好，好。鼠尾花奇异珍贵，伴清规水源而生，其根茎在地下蔓延，长出青苔。那个是不是就是鼠尾花？若触碰青苔，花萼立即闭合。唯将清规圣水滴入水源口，滋养其根茎，并以多人之温抚之，才可使其重新打开。
若持续触碰青苔，鼠尾花将枯死。啊？枯死了？嗯，我枯死了。枯死？你真的？我枯死？那些是青苔吧？嗯，我们是要手抚慰它，然后让它有温度之后绽放出来。但还不能长时间持续触碰青苔。来，这有手套，大家。哦，就这个木板，大板，对，就不用踩到那个坑里。王子，你发现了什么？对，我这儿有一个上面写的“先知以秘术封印清规圣水”，人家念完。对，嗯，你接着念呗。阴阳相对是不变的法则。对。啥意思？黑五。黑的哦，这会儿，可是黑对的为什么是五呢？阴阳相对是不变的法则。阴阳相对是黑五，哎呀，这个我看再看一眼什么阴阳？先知以秘术封印清规圣水，封印了，已经封印了。哦、那，所以我们得解开封印。黑为什么对五啊？因为五黑嘛。开黑的时候，哎呦，这个地方，哎，有感，现在有感，有感，我有 get 到这个地方。为什么黑是五？它反义词是白。白跟五有什么关系吗？哎，哎，是白的笔画吗？白的笔画，那白的笔画挺多的呀。哦，对对对对对。哦，六是吗？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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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冰火一二三四，哦，有可能试一下。是是是，前后。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六。六。降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就是四八六五。开了哦，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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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哦哦，药水就这么点儿。将清规圣水滴入水源口，滋养其根茎。哪里是水源口？嗯，那边吗？应该就是那儿吧。我们先过去吧，这边。先过去。你不能踩啊，这里这里。那有木板，那有木板。对，我们走木板，走木板。这个不能踩，是不是吗？青苔都不可以触碰，它这些链子是什么意思啊？这儿放一块板，从这里能走。这里，这里，前面那儿放一块板，应该是放这儿吧？板搭在链子上，我感觉是，就是搭链子。对，搭链子。板搭在链子上，就一点儿点儿就往前走。对，对，就边搭，你就往前走，然后后面往回搭。对，就横着搭。对 ，OK。Cool。然后这个板搭那儿是吧？这个承重柱承不承，着不着得住火树？你要把后面那个板子拿过去吧。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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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真抖真抖。那他过去了，后面的人怎么过呢？怎么把板子弄过来呢？哎，对啊，那大家得一起吧，得。那板能撑几个人啊？我感觉撑不了，肯定撑不了六个人吧。剩下的人站链子上。那你先过去再说。你先过去看一下。哦哦哦，就是这儿只放一块板啊，然后前面那儿搭一块板，横竖着摆，竖着摆。
那我要怎么竖着摆呢？踩到那链子上，对，对对对对对，兄弟，不是我说，要想把这个跟对面的链条搭一块儿，怎么样？得两只手拿这个把它举起来，但是没那个力，你们谁想来试试？我来，我来。你站到这儿，你就知道这个板为什么挂不到对面两个铁链之间了。去吧，不是，它不是挂到铁链之间，就这个铁链跟前面想要画个竖的板吗？这个铁，这两个，啊，我说的是这两个，我没说那两个。走过去，你先走走，慢点，你别掀起来啊。把这个板给我。哦，就踩这个边上是吗？那我也想纯踩边上。哎呀，慢点。啊，我觉得不用了，不用了，就两个吧。啊，你要换过去吧？你拿着，你拿着。我是还要换过去？踩滑板。哎，兄弟，你给不给啊？到底我这边没有，我这边没有那个啥，挺别致你们这姿势。我荡过去啊。OK， 那你就先过去。就是荡过来的，哎呀！哦，那咱都不用板子，理论上来说，直接上铁链，没有拉铁链，这边的板子就。我先等一下，你先别着，我先把它取。OK。哎，OK。来吧，好，哪有不足之症呢？不挺健康的吗？挺足的呀，不足不是足不行，不是，啊，你那个脚先上来，你直接脚来再来荡，往前荡荡秋千，哎，好，荡秋千。不要过来啊！你演出有？你在那个什么？脚来，三二一，走，踩上，好，走好，去。手抓，抓，来个手抓，对，走，过来，那个脚过来，牛，给你拉住。可以，溜，好，有表演，来吧，这是干啥的呢？这，生命之水呢？那上面是干嘛？哎，来了，哎，清辉城四方水脉汇聚于此，将七星连珠之血脉置于清辉圣盏之上，即可开闸。哪儿是圣盏？哦，圣盏在这儿。对啊，是这个。哦，那就是那个把他的那块玉，把你的玉配吗？他的玉，他给你的玉。只要七星连珠之血脉嘛，血脉。这里面是他的血，他的血。哎呦，开闸了。他开闸了。
这个水还没用到，就把它放这里面。好，然后呢？重温，重温，重温，众人之温，辅之。下降、啊、哎，那怎么了？这什么呀？啊？是个啥？人放错了，所以崩塌了。哦，就是他不会开花，兄弟们快走！不行了，快走，这里错了。走！搞错了，搞错了，快跑，快跑！搞错了，哪儿搞错了？不知道，反正这儿快塌了。塌。不是我的亲哥哥，可能你不是真王子。哇，时光机，时光机。哎 ，MT2023， 熟悉的眼睛。真是有缘小舅，痕迹交易合约，傀儡秘术，他的力量。啥情况？不知道，我们进入时光机了。李正渊，到时光机了。等一下，哦，这个东西怎么动啊？横向怎么动？哇！我没有穿越到了之前，因为我们刚才失败了，我们现在要重来一次。哦，哎，穿越到1000年以后了。神秘文明研究所。没有，我们来到2023年了，我们来到现实世界了。哎，小齐，这个不是你吗？哎，这你呀、啊？这是我和陶博士的一个合影。为什么有你啊？然后我写给陶博士的一封信、哦，陶博士，上次您委托我调查蜜桃星球上空出现巨型石像的原因、哦，暂时还没有结果。但是我发现巨型石像在各个城市上空出现时，都伴随着一道巨大光束，而那些失踪人员很可能被吸入了巨型石像内部。我对你提到的1000年前青龟文明的事情很感兴趣。下次见面时，我愿意助你查明真相，奇侦探。啊，你是奇侦探啊？你知道些什么？是这样的，那个盒子里面留的那封信，那是陶博士的一个信件啊。然后你们还记得当时咱们打开的时候，上面的锁不是打开的吗？啊，坏了啊！哦，这上面里面是魔盒，锁已经断掉了。打开魔盒后，一切将陷入冰封。所以其实已经是打开了。哦，对，对对对对对，已经有人打开了那个。对，已经打开过了，所以说我们打开其实是已经失效了。然后这里有一个派遣令，这是当时咱们进入之前那个派遣令。这是你们之前的照片。哦。他们就是那些进入石像的人，让他们来帮我。你看巨型石像就是我们穿梭的时候那个样。哦，这个东西没见过。凡说青龟城一夜之间消失，天空中曾出现过巨型石像，都出现了石像。这个是你们之前去的那个医院。走吧，这要坍塌了，这要塌了，走吧。
陶博士是云技术发明奖，然后他荣获了2014到2015的蜜桃星球历史研究贡献奖。云技术发明历史，这个盒子里面写着宇宙觅食可以提取人类意识并传送至任意时间及任意地点。宇宙觅食在哪儿呢？没有在这里面。这个锁还是被撬掉的，哎，有人被人偷走了。来，解密组上线了。我找到了十一组神奇的数字，且第十一组数字和前每个数字只有一个数字相同。哦，又是这种题。解密组上线了。七个九，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我知道，我找找，有人，别逞强，别逞强，我有个事情 ，C 的，请 C 的，你有秘密任务，我有个事情，但那个事我们就失败了，先休息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啊，对啊，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刚才你不都说了吗？盒子被人打开过了，有人已经去到过了。所以说是谁在撒谎？有人故意在撒谎吗？没有故意在撒谎。第十一组数字和前每个数字只有一个数字相同。第十一组数跟前十组数能够一一对应，所以有十组对应关系。就是前面两两找一样的吗？有两个一样的就可以了呀。对呀。那第一个就是九嘛，但也可以是其他的呀。你会是其他的七也可以是七啊。来，我们写一写。那我还带纸了。对，第一位有几个七？两个七，两个七，两个九，两个七嘛。两个四，两个二。哦，对哦，还有两个二。就七九四二，现在都有可能。对，第二位，第二位是一二三七五零八。哎，第二位都有。第二是都有啊。哦，那它就是分开对应的。它是只有一个数字相同且位置相同，你就还有一个数字相同位置不同，没关系。啊，就是就满足这个在那个位置上的有一个就可以。哦，那就是第一位对应两次，第二位对应一次，第三位对应三次，这样。为什么呢？第二位没有两两出现同时出现的呀。那你不就少对应一个数字？有可能它第一位是对应的更多次嘛？有可能。对啊，就是有一次对应的更多次嘛，所以出现了三次以上的也得记着。我觉得可以画个矩阵，其实应该是。就算就好了。哎呀，不好用呀。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就得找到一些特殊的数，就特殊的哪一组数，然后从那个里面排除一些东西。这该怎么去定位啊？就是那个，他们在那儿解题，我们在玩儿童科普。解出来了，哎，怎么解开的？试一下，二六三五。我有一个方法，但是也需要一点点试。你的是第十一组数嘛？你要跟前十组数每一组数里面有一个数字相同且位置相同，五个位置相同的总和是十的情况，平均我要有两组数对应的是同一个位置上的那同一个数。当然，如果你有一组是只有一的话，那你就要有三组是同样的这个东西。然后只有两个数字在同一个位置上出现了三次，就分别是第四个数字的七和第五个数字的零。所以现在出现了两种可能，一一二三三或者二一二二三。我们假设第五位数字是零，
那么尾数是零的三组数字就被排除了。但是在有一组数里面末位是七零，它有两个了，所以这个被排除。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二一二二三。然后只有第三组有两个数字在同一个位置上出现了两次，只有三，所以可以确定第三位数字是三。这样我们就又排除了两组数字。现在第一组数字的二是对应两次的，所以第一位的数字是二。再次排除第一组是二的组合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第四位数字九是对应两次的。排除第四组是九的数字，我们就得到了第二组仅剩的数字六，正好是二六三九零。我们看看对不对？二六三九零，二六三九零，二六三九零，二六三九零啊，对。那我们不要输到哪儿啊？这个密码要在这儿输吗？这是个桌面。对。是什么？二六三九零是吧？找个能输密码的地儿是吧？对。你让开，霍老师！啊哈哈！你真的很好笑，你真很好玩。你霍老师把他腿挡，这要在哪儿输密码？这在哪儿啊？这电脑怎么点不动啊？那我们不要输到哪儿呢？这密码呀？是这个密码？那密码输到哪儿呢？是密码？你真好玩啊！你。哦，开了是吧？二六三九零，离谱，离谱，真的离谱。密码解出来了，在哪儿输找不到。哦，这个研究笔记，研究手记。MT 2022年3月17日，哦，这有一首诗。《蜜桃日报》：传说中被黄沙掩埋的青龟城至今未发现，青龟文明真的存在过吗？我在考古遗迹中发现了这首诗，青龟文明一定存在过，只是当年的青龟文明真的覆灭了吗？ MT 2023年7月2日， MT 1023年即青龟35年，青龟城鼠疫流行。哎，那一页是不是你之前读过那个小七？哎，朋友们，时间线突然回来了，就是 MT 2023年7月2号， MT 1023年及青龟35年，青龟城鼠疫流行。不是，有点像。哎，不是，那一页是从这撕下来的，就是来自这个本子上，就撕到那儿去了哈。MT 2023年7月5日，今天我在沙漠中看到一块密石，就是那个带回研究所发现，它可将人类的意识传送到过去，因此我建造了穿梭舱。我想这或许是解救蜜桃星球的契机。设定投放时间，宇宙密石。哦，这我们的那个机器。哇，因为有这个宇宙密室，所以刚刚我们才能够运行回来。哦，它设定一个时间把我们投放出去，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回来。对。这是啥？我收到的陶博士之前写给我留给我的。哦，这就是他的这个笔记本。你现在正处于 MT 1023年青龟城，如果能够成功，或许还有希望。就是我们失败了吗？我们是。对，我们失败了。不过我们可以再回去。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博士，吓我一跳！哇，怎么就给变出来了？奇侦探，蜜桃团的勇士们！哎呀，你看啥呀？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博士，你从哪儿的？博士，你去哪儿了？博士，辛苦了！博士，刚刚开密码箱的时候你不回来，你现在开完箱了你回来。你们的努力验证了我的推测，
如果不是你们的经历，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会相信我。你们知道不被人相信的感受吗，金厂长？我认证了，认证了，相信你。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哎，奇怪，怎么了？你们比我设定的时间早了20分钟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遭遇了末日危机，而且我研究了很久，其实历史是一个轮回，单位是1000年，每隔1000年历史就轮回一次，而1000年前刚好清规城就在经历鼠疫。我在想，如果你们能帮我看看清规城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们就能解决蜜桃星球现在的危机。你们找到鼠尾花了吗？找到了，找到了，但是它没开花，没开花，它并没有开花，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失败了，那儿坍塌了，对，那里坍塌了，坍塌了，是的，它坍塌了，时空，不知道是时空坍塌了还是，不可能坍塌，根据我的研究。清规城一定存在的，它不可能消失。你看这句，清规火种永不灭。清规火种永不灭的意思是什么？齐侦探，清规火种永不灭的意思就是清规火种它永不灭吗？对啊，对对对对对。呀呀！我的笔记。我的笔记。我的笔记不能失，我的笔记。MT2023年7月2日，MT1023年即清规35年，清规城鼠疫流行，当时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哦，我的笔记不能失，我的笔记就是这张纸，你帮我拿一下。不，我要去找个吹风机吹一下。什么意思啊？哦，这就是他。现在才开始，就是这个才是，就是我们在磨合看的那张纸，是咱们发生这个对话之后再次返回过去的。哦，是我们坐回去的，两个时间线对不对？所以说那个磨合是我们打开的，我们要回去打开那个磨合，然后把这个放进去。这就是天降魔盒，我们给出的预言。哦，六。哎，什么意思？这啥？哎，这个变成反向的了，刚才是朝上的，现在朝下了。时光倒流，能往回走，能回去。哎，好。磁场发生变化了，传送门又要打开了吗？我们还有机会吗？我宇宙秘师，我只用了一次造了这个传送机，但是我不知道再开启会发生什么，可能会有变数，你们注意安全。但我们还是要试一下，对，我们依然会试，没关系，我们就喜欢变数。你们加油，一定要拯救清规城。没问题，清规火种在这儿，它是火种，清规城是我的，我一定要。它是火种。那我们就出发了，那我们后面见，一定注意安全，成功再见，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我可能就不回来了，他们会回来的。加油加油，他留在那里作威作福，他在那里当王了。注意安全啊！好，好。头疼，哇！这不火树的声音吗？有灰。啊，这是我们以前说过的话。我们前面的声音，这是我们前面的声音。我们要重新去塑造那个整个的故事。哦。这是哪？
出现错误了吗？这传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啊？哎，这个玉亮了亮了亮了，这个玉怎么有点像你那哥哥的玉？不是，这是前面我们开过的一个门。我哎，颠倒了！哇！我们在下面了，我们之前在上面，上面是那个冰。哇！对，颠倒了！哇，六！啥意思啊？我们现在才要开这个魔盒，把那个纸放进这里面，告诉之后去到那的我们怎么找到鼠尾花。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拿上来呢？这怎么弄啊？先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吧。我当时被困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的前面有三个盒子。我们当时去文涛那儿的时候，那里面是有宝石的。哎，这里有宝石啊。哦，拿下来，赶紧，宝石赶紧拿下来，因为宝石要放进去，对。现在有几个宝石啊？我这两个。我这两个。两个。我有四个。我有俩。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对啊，一个盒子四个呀。这宝石得放上去吧。那个打不开，是不是得先开这个魔盒呀？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中间少了四个字，就是这个的密码对吧？就是这个的四位密码，二四二四三三五五四五四。敲一下嘛！哎呀，太阳一直仰头，太累了。来来来，兄弟们，纸笔纸笔，来来快快快，来来来，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能看到记一下，找眼神好的抄下来。来，那抄吧。耶，我看不见。哇，治疗颈椎病。对，三四三五三四，感觉都没有超过五的呀。对啊，最大就是五。来来来，抄下来了，抄下来了。牛。那我想想，五进就是只有五个的东西有什么呀？以五进制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就有点过分了。旋律，唱出来。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你会这个吗？不会啊。那哆来咪嗦拉嗦咪来哆。来发来发咪来来发来发不对不是。它会不会是比如什么一个范围内有一个什么规律？什么四个四，五个五，两个二，三个三。哎，这里面有一吗？是不是一特别少啊？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一。只有一个一是吧？只有一个一。哎，那这个就很关键，这是突破口。一个几个二？一二三四，就四个。三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三。哦，那一乘一，二乘二，三乘三。哎呀，还真的是漂亮，平方。先写一下，先数一下四有多少个。如果四有十六个的话，五就现在都是五嘛，现在就、哦、对不对？十六个，
就是全是五，全是五，对，五五五五五五五，大家呜呜呜哭哭哭哭呀哭哭呀，那上去解密码呗。然后下一个问题怎么解这个密码？抬上去啊，抬上去，最重的抬最轻的。我这个，郭老师，你弹阿普，骑在我身上有用吗？没有用在我身上，我不够，我不够高。来吧，抬我啊，一起抬，一起抬，一起抬。不，你直接坐，你直接坐脖子，坐脖子会高一点。骑他身上，对。这样吗？对。来，三二一，起。OK， 可以吗？可以。哦，开了。要使劲。哎，你就用力，用力，用力搞，别把搞坏。你就奔着搞坏弄。好。既然你们都来了，那今天你们就和他一起陪葬。什么？让我们陪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把人放上去，放上去。是有点困难。他怎么吸不上啊？吸不上啊，根本就。哦，实力恢复石板归位。石板归位，实力恢复，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给顶进去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东西。对，哦，有反应。天，这，哦，好了，火树，你来这儿吧，你来这儿，你来这儿扛，我来跑。王子，你有那个骗你在这干什么？你去。一个，两个，这好了，这还有一个地上，这儿。他自己全掉下来了。哎，哦，你们那边松了，他就掉了。继续。还这么扒着呀？好了，
好了，好了，都好了。谁？谁动了冰灵符？亮了，亮了，亮了！这玩意儿太难受了。你早该扔他的那巴子。我一开始扣没扣着。鼠尾花就在里面，一定要解救清归城。哎，变了，上下变了。哦，我们刚才在顶，在上面。你看这个滴水的效果，它很低的感觉。向上走嘛，它要向上走。先别乱踩，没乱踩，有形状。哦，这是刚刚那个水源地图案。这是干啥的呢？这是吧？拼起来图案，就刚刚那个，那上面水源地去往四个出口的图案。对对对。那花都已经开了呀。对呀、啊、这花对的呀。鼠尾花开了。鼠尾花开了。现在我们是这样、这边水有了，然后呢鼠尾花开了，但是通向城内的几个水源口，就上面那些是封死的。为什么要封印这个水脉呢？我们上一轮是我们来过这个地方，然后它包住了。现在是我们算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它是开花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历史回到那个正常的轨迹。不对不对，因为我们上一轮的时候那个花是包着的，放上去以后坍塌了，所以一定是要让它开花的。对啊，但是现在花是开着的。哎，有可能，哎，不，有可能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把这个地方封印了。我们当时见到的是我们封印之后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把现在就恢复成当时的样子。所以当时那句话就是，那个杯盏口要放的七星血脉，这个七星并不是单纯指的蒙奇，而是指的是大家的，我们七个的，哦，所有的。但是它上面写七位先知，不知道为什么写七位先知，算陶博士一个人吗？要么就是他哥，要么就是陶博士。曹元奇突然打开门走了进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那上面写的是以七位勇士之血玉打开水源口，让这个水流向清归城内。哦，那所以说之前我们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七七年就是七个人。对，那我们现在只有六块啊。哦，那文涛带的那块吧。格的蒙格的。这是什么？那我们就来打开水脉，解救清归城。扔进去啊？你怎么放进去？是扔进去吗？扔吧，放进去。我在这儿，在这儿。吾乃清归先知，现清归圣盏已被尔等感应，尔等只可站在发光石桩上，否则水源将止。哎，亮了，亮了，糊了。待闸门亮起，便只可站在该闸门图案对应石桩上，至闸门完全打开期间，不可触碰其他区域。待四闸全开，即可开启水源口。哦，现在要站那个对，那边那个，那一个图形好几个图叠起来的。对啊，它有好几个图案拼在一起，它是不是可以把它给盖住？对对对，可以盖几个叠嘛，几个叠上去的。这是哪个呀？
啊，这个，我这个是对的。那我这个肯定有啊，你这个有，你这个紫色怎么遮一半啊？这里。那就是黄子彩那个再叠一层这个啊，就他俩之间把那个紫色夹起来。哦，再叠一个，哦，对，再叠一个那个。啊，对。来吧。那四个人六个人占四个是吧？是。那来起。来，我上来，站得开吧。好，来。开了。哦，对了，坚持住，兄弟们，坚持住。Hold， 好了吧？要 hold 住。Hold， 好了，通了。好，下一个。下一个。那个就有了，那个，这个，红色是哪个？红色那个吧。红色是哪个？红色要看清楚。小一点的，红色那个。小的，那个小的。这个太小了吧？我想。或者我来，我把你抱，我把你背着，把背着，背着好。来，我把你背。因为我们这个太小了，慢点站稳，你先扶着站稳。好，好了 ，OK， 哇，太稳了，哇，六，还在，一直正面对，上，来，三二一，这儿。好 ，hold 得住。知道啊，停止呼吸，不要呼吸，千万不要呼吸。Nice、好了吗？好了，走。好，圆的中间那个，左上角有个黄，右上角有个蓝。哦，这个吗？这个。啊？是，可以。哦，是那个。蓝是在哪个？哦，这个吗？那这是五角星呀、啊，中间。五角星吗？哦，它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圆？对，这个竖着摆的，这个，这三个，来，我这样站边上，然后你上来，咱俩抱着，可以，来，背你，太小了，来吧，好了，来上，根本你先上，然后我凑过来，你先站上来。等会儿。来。抬了，兄弟们，坚持住，别呼吸。困难，开了，兄弟们坚持住，别呼吸。这什么坚持？哎呀，你们俩，花石，我背你。你背我啊？我背你。你背火树啊？背火树，火树背你吧。
他毕竟是长辈，我觉得不合适。我背你试试来，你那个脚，你背得起来吗？你试一下脚弄到我手上面，脚起，你先背上，下下，你行吗？你行不行？你先下来行不行？快点，石凯要，哎，你先要抽筋了，服了，来歇会儿，我来，不用不用，我可以我可以，但是我要先。你要上个楼梯哦。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借一下力。走，背得上吗？可以，够，顺手，好，中了。好了，我们这边好了。我先背上是你试试，我背不了你，你看。你这个腿能背我吗？能。你让皇子背你吧。来来来，你去，来，小齐小齐，你过来，咱俩来试一下。你单脚踩中间，咱俩抱住，对，然后别动，对，hold得住，你看很稳，非常稳，我这招贼厉害。就等你们了，就等你们俩。你背我，来，hold住。你先上来。哎，滚！呜呼呼！可以，还行，还行，还行。上去。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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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不能有人过来抓把手啊？哎，抓把手，抓把手，抓把手。哎，哎。哎哎哎，好，好吧，站稳，站稳，先站稳，好，可以了，好，来来来来来，三二一，走走。走。再深蹲一个，哎。来来来，好 ，nice， 可以 ，nice， 可以 ，nice， 对 ，nice， 哎呦，哎呦，哎呦，来，最后了，这什么意思啊？六个人啊，站在上面。六个人手牵手嘛，手牵手，手牵手，拉着朝外边，对。啊，这样吗？没有没有，这样手牵手。哦，六六六六六，这个六，这个六，拐着拐着，来来来，我们三二一，挤上，三二一，走。哎，抓不住啊，抓不住。那面对面呢？面对面呢？面对面。一人一只脚。一人一只脚，好，一人一只脚，就是手搭手搭手，互相搭手，抓住手搭住手，三二一，走！我输，他把所有人都扯倒了。大家往前啊，往前都往前冲，走！我的妈呀，感觉还是火柱，太离谱了。或者那啥，或者一个一个往上上。一个一个往上，就不要碰，一个一个往上。火速先上，对，大的先上，你先上，占地面积大的先上。你在中间，你往中间站，我作为中间的柱子是吧？然后我们所有人勒着你，对，你们就抓着我往里面那边倒，哎，好，我上了，给我一个脚的位置好吗？好，可以再小一点，可以再小一点。对，这样上，我上，四个，阿普上，阿普上。皇子，最后一个。啊，我上来了，我上来了，我上来了。撑住，撑住。往后拉，对。我往回拉，我往回拉，我往回拉。好，稳住了，稳住了，稳住了，稳住，马上好。撑住，撑住。我说顶梁柱，顶梁柱，队长是你在 C 位，核心队长，队长是核心，定海神针，这个开了，里面有什么吗？哦，把水倒进去吗？
哦，我们把这个花丢到水源口里面。哦，金龟城，我走。你可以救金龟城，我可以。弟弟，你们一定要救金龟城，快去弥补这一切。好，只有我的黎民百姓，金龟城的百姓们就靠你了。哇哦！耶！事儿成了。哦，门开了，兄弟们！兄弟们，返航！哦，我又回来了，兄弟们！哦。我又回来了，兄弟们。好，哎，如果这事儿成的话，那2023年的历史应该会发生改变啊。鼠疫解决了，秦归城得救了，他们真的做到了，全凭六人为扶持，晚得秦归一线生。你哥的声音哦，你哥在告诉你金龟城得救了，让你好好进行时空旅行。他还能活着吗？他应该没事啊。哪儿啊？应该是这个门没有。你的门啊？这个门。你们回来了吗？回来了。成功了吗？成功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哎，别吧，完了，坏了，完了，完了，要发生混乱了。唐博士，怎么了？新闻已经报道了 ，MT 考古队发掘了金龟城的遗址，金龟城文明真的存在过，你们拯救了千年前的金龟城。王子都在这儿呢。而且巨型石像也消失了。什么？不是，那我们是不是也没了？在你背后，飞机背后怎么回事？哎，乱码。这怎么回事？机场又发生变化了，传送时间也错乱了。不是我们就没了。那我们怎么办？陶博士，陶博士，就让我们变成真正的时空旅行者吧。不是吧，我们六个就永远成为了太空漫游穿梭在时空里的人。我们没办法跟真正的所谓的现实或任意一个时间线的去做。我们六个就是那个高维的那个，我们六个是那高维生物做监视，从未来穿越回到过去。是我们自己啊，清理一切时间线上的 bug。对，我们在神速力里面。对，我们在神速力里面。哇！这怎么办？我们现在是到什么地方了？啊？行了，我们又来到一个。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现在？有人吗？我们来到了第七个场景。欢迎回到宇宙之眼内部。宇宙之眼，本次无限观测计划已结束。我们真的是观测者，我们真是观测者。哎，哦，哇，到了宇宙之眼。宇宙之眼是个迪厅，里面有闪耀的灯球，这就是那个巨型三角。哦，对，这才是那个巨型石像。机械心脏吗？这是。哦，这是我们每一次那个关卡是吧？每一个不一样，不一样。
哦，转起来了，转！哎哎，兄弟们，这出来了。来了来了。好了好了，这是林奎，李世界，这是鼓嘛，就是那个面具。我这个是最后的磨合。好，我们转到这儿了啊，已经好了。哎，来了。你们打破了探索者号上无尽贪婪的循环。那图可以给我吗？可以。谢谢。我回去就会把它毁掉，再也没有能找到我家乡了。我这是逃债，你们铲除了逃债里滋生欲望的罪恶之源。一定要把 U 盘带出去，我回去救小绿。强哥，走走走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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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赶紧跑过去，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我是第三期医院，你们撕开了李世界中逃避痛苦的虚假幻象。李世界，李世界，你怎么在这里呀？你快出来呀！对不起，我以为你忘了我，你就能好好生活。我怎么忘了你们傻孩子？我的这里是哪里呀？我的儿子！你们烧毁了幽灵中吸血十岁的傀儡魔窟。小曼姐姐，原来都是你保护我，这次换我来保护你。小蝶，等我们出去了，就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样真好。我送完姐姐们最后一程，便会去官府自首的。我烧起来了，兄弟们。你们点燃了意识空间中冰冷的生命之火。冰封了，我主体意识冻住了。走 ，Let's go。放上去，放上去。
有我的黎民百姓，清归城的百姓们就靠你了。哦，鼠疫解决了，清归城得救了，他们真的做到了，事儿成了。恭喜你们通过全部试炼，现在请你们接受宇宙的馈赠。宇宙的馈赠是什么？宇宙的馈赠。你们在副本世界的每一次选择，都让蜜桃星球的文明更加闪耀。你们的祖先当年帮了我，今天你们也帮了我，我替我所有的族人谢谢你们。就这么加在这儿，走！一定要把 U 盘带出去，你一起走啊！那你们能帮帮我吗？可以，就是来帮你的。我们不能因为要杀林虫而把现在还有可能活着的人杀死。对，当然是要一起救朋友呀，因为你们也是朋友呀。来来，贝尼，全凭六人为扶持，晚得清归一线生。现在，你们可以返回主世界。哦，主世界。祝蜜桃星球好运。我们起飞了，飞了！哇哇哇哇哇！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哇哇！哇！回到蜜桃星球了。你好，我们是外星人。着陆成功。不对不对，这不是主世界，主世界天没这么黑。我们进来的时候天还是亮的，怎么天黑这么快？哦，兄弟们，这啥呀？哎呦，欢迎回归蜜桃星球。哇，回来了。队长，队长总结吧。啊，我吗？就是我们自己帮自己那个环节，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嗯，那个还真的是没想到。其实以为是我们跳关，其实是未来的我们自己帮我们自己打开了那个魔盒，而且是我们未来的自己给了自己的一个帮助。所以这说明一个问题啊，就告诉我们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啊，只有自己才够救自己啊。对，不要去渴望就是这个，对，一直依赖别人啊。是的。今天又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故事的最后一个故事，然后我们看到之前其实我们都在经历着各种负面的阴暗的地方的考验，不管是贪婪也好，利欲熏心也好，或者是人性的阴暗面的内容也好，我们总是能够经历过这样的考验，使得文明得以延续，而每一个文明的延续都会面临着各种来自于人类内部或者是外部门不可知的突发事件，就像我们最后一个故事遇到的鼠疫。当这样的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我们只有唯一勇气、唯一智慧去面对它，并且也能使得文明更加辉煌地延续下去。所以这也是再次歌颂人类的历史是勇气的赞歌，然后我们再次使得这个蜜桃文明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加油！恭喜你们完成了第六个副本世界的任务，接下来请队长，哎，也就是我，按一下评分装置上的按键，查看你们本次的任务表现。回去吧，回去。这一次很难不是三颗星啊。啊，尊都假都，不是满分，尊都假都。我们来看一下，15秒，是，我就说看一下步数吧，我就说看一下步数吧，我们就是15步。胡老师，你说这话太马后炮了，我记得原话是，胡老师说，他
他说他要十五步，又没说我没有十五步。不，这个不是我说的哟。哎，调监控，调监控，调监控，我真的没说。调监控，调监控，调监控啊，调监控。他说十五步以内，但是我们可以多花几步，对。对啊。他花几步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这个不是我说的哟。调监控，我真的没说这句话。我们拯救了一个文明，结果不会十五步移出这个华容道。标题：火树竟然无法十五步移出华容道。一次性成功取水。黄子那个好成功。我那个太成功了吧，我那个也。拯救清规城和密道星球，好，成功。鼠疫解决了，清规城得救了，他们真的做到。恭喜你们通过全部试炼，让蜜桃文明在宇宙中更加闪耀。哎呀，最后一次没拿个满分。哎，等一下，我好奇，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这个装置上？这就是最后传送回来了嘛？啊？这就是传送回来了。哦、我们是从那儿回来的。我们总要有一个台子，他还得再设计一个新的吗？我们的试炼已经结束了，这是在主星球了，回到了 number one 的密室大逃脱大神版。希望他不要再合起来了吧。密室大逃脱第五季大神版成功，烟花给我戳走，水动的。欢迎来到密室大逃脱五大神版收官现场。OK， 有请密神们，兄弟们造起来！拍照啊！我没拍，我直接跑进来了。这才符合你的人设。先来聊一聊这一季的大家有哪些新的感受吧。好好的。五连杀名场面。这个高空其实挺不错的。蓝莓你免疫了都，我反正听说有人把恩琪吓到跪下了。我老师太跋扈了，我说是个宝宝，脸都不要了。哎你哎啊，沙普吗？我真的没有，怎么闪屏？啥意思啊？这个环境也有对抗。密神嘴坦、盲坦、甜坦，这是高维文明在对我们的表现打分。锦鳞区属于你的奖励，随机拿，闭眼拿。抽到哪个是哪个，这是好东西吗？你等一下，喵五四零四，张解谜，这才是真正的比赛。你是不是故意跟我抢？这真的没必要吧？哇塞，最后收官还跟我玩个博弈。潮流就穿 number one， 做自己的 number one。本节目由潮流服饰品牌 number one 独家冠名播出。